老，我给你100块钱，你说句我想谈一场坦坦的恋爱。我是那坦坦之人吗？你不是吗？我发现你这个人咋过来看的？我想谈一场甜甜的恋爱。你也不要太着急，你知道吗？我估计是啥呢妈？我估计是我老年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妈，他孤单。你为啥穿着毛衣？老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妈最近有点异常？她咋了？每一件你想怎样我都随便。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，我妈这个可能是抑郁症，她这种病最需要关怀，一会儿我们请她吃个饭劝劝她，然后你再买个单，不让你先买，你买的时候我抢着你买不就行了吗？啊，老一会儿你劝她的时候说会晚一点，别那么直接。那你饿不？饿的时候肯定饿，那你不饿的时候不饿？肯定不饿。你吃饱吗？那应该是吃饱了。我要去买单喽。哦，老这怎么让你来呢？那多不好意思啊。我替你去买。多少钱老板？276，给300得了。老这都能指导也整个情况吃饭。你指导了是不？你指导那就好说了。没有过不去的坎，是不是教育？我理解，我心里我可想他了。理解就好。那么咋喝的？更有钱的。没转你了呢？俺上几了人家叫回来？你来呀？我托那个医生那边找那个关系啊。